当天就是看到他骑车从我旁边经过、嗯，然后那个使用的车辆就是他之前犯案的车辆，嗯、对吧、啊？然后就想说有点像，就去盘他这样。因为那时候穿便服不方便去，就是做一个逮捕的动作，就先支援，这样就是会给民众一个比较好的观感。嗯、本所员警在下班途中，行经一间便利超商，突然发现一名辖区毒品通缉犯在商店间徘徊，于是立即通知线上巡逻警力前往赶往支援，并顺利逮捕该名年约40岁的陈姓男子。经查，陈男在109年涉及毒品案后，因逃往长宁，花莲地方检察署在今年1月对男子发布通缉，本所在完成相关询问后，依法将男子递解归案。